跟嘉硕要快一点，好。超帅，因为我们一开始就很相信他，因为他说他有玩过，然后他不是过程中还在比耶啊，比什么什么，就也是给大家很就是开一个很好的头，应该是他第一个吧。技巧，我觉得转弯的时候真的要踩刹车。你有踩哦？你先踩边转，真的很顺。边踩边转，不要学我，边踩边转会危险。我刚刚其实有一点摔尾，我刚刚有看到一点点。哇哦，真的，对，他有一点，而且你一次有被撞到一下。哎，我没有，我不知道。你真的是超帅，你真的超帅，全部人在那边恋爱，我们对，我们都觉得哇。